不，带我去机房截断别的电脑，没问题。这门好像很容易打开，左拧右拧，其实只是一般的程序。它的特点就是已经记下第一个开这门的人的体温，其他人怎么也打不开。就是除了托马斯之外，没人开得了。你以为我只会爆炸吗？还不快点拿出来！不想给你。我让你威风一次，戴上这手套，门就会开了。你试试。像是在骗人吗？记住，你撑一会儿。